好丑！你能不能弄点可爱的样子出来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好丑！我摸摸肚子，毛好亮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毛真亮！你睡吧，我去弄豆豆。起来啦！你把这个毯子弄成是个什么样子啊？不怕不怕。你也有点丑。那这小尖脸，圆圆的应该好看一点。我今天就弄这个。上面这个盖是我的，盖好。你用下面的这个。我不能找那个，我要找。Passing by in Candy Street, I dreamed I was your sweetie. A sugar doll is what I wish to be. So you'd see me, I'd turn you on. Oh, you'd be my boogeyman. 选一下今天要穿的衣服。我今天穿这件吧。穿这件，然后搭配白色的，或者是穿这件。是昨天抽奖要寄的东西，然后我准备去工作室了。刚刚天气还挺好的，我感觉突然就暗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其实最近还挺晚安。我们家的钥匙，你看，你看桌子上，我今天早上还看到的。拜拜。你不要看我，不要拍到我眼睛。哦。就是我们工作室其实还蛮大的，应该有250平。那当时做这个租这个工作室，很大原因也是主要原因是当时是为了放货嘛，所以你看这一块，现在因为库存基本上都已经全部解决了，就都空在这了。这个就是我工作的一个地方，基本上也是衣服。因为前两天刚拍摄完，就一大堆衣服，这个是拍摄的衣服。然后，一样的，这些呢是我之前有整理想就是送出去，或者，就是不知道到时候怎么处理，反正有一堆衣服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些搭配的，都没有好好整理。然后之前去韩国买的衣服，就家里放不下吧，放到这儿了。然后这边就是这个就是我拍摄的一个地方，就是。
经常你们可以看到的。然后这边是一些就是道具，然后这个是基本上是我剪片啊还有来工作室就是最常坐的一个地方。然后这个区域我挺喜欢的，就是会放一些干花之类的，也在这边拍过照片，就是工作室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我今天就是穿成这个样子，一个棉服，这个颜色是有色差，这上面拍的应该是跟镜子的颜色有点相近，有点带绿色的。然后牛仔裤，我搭配了一双亚瑟士的鞋子。我要开始工作啦，去新家去的次数真的超级特别多，其实我还好啦，主要是他。哦，哎哎，你看是不是那个？哎，弟弟，看他抓我腿的。哦，哎，这可能是老大。哎，对，就是他，他那扒着我腿不让我走。真的？哎哎，他像这个里面的首领一样。哎，你干嘛？对，他这声音好神奇啊。是浅色的，然后这个是前面才刷完的墙，相机有点色差，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看。这个是我开的一个小口，呵呵。天气真的有点差。My sugar lamb, my Christmas cake, my cube of ice on lemongrass. We wouldn't see the time. 来拍一下你今天穿的什么？今天穿的是在日本买的这件古着的，转过来，古着的耐克的。然后底下穿的是一个迷彩，哎，拍的你贼矮，走吧。哎，显示高一点。蹲下来。蹲下来。就像我平时蹲下来。放啊！我你平常有多少次蹲下来的啊？都是蹲下来。放。这边。这里。为了拼100块钱，又拿了一些东西。它这个果汁还不错。 The salty rain and all those gray clouds in my brain。 一款电视柜还行，就是白色和原木色的那种搭配，这一款也不错。买了一堆灯，然后今天的购物完成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因为你在玩手机。散步中。踢死你。谁让你刚弄我的？嗯，哎，哇，又来一只。
他们以为你要给他吃的，结果你没有带吃的。嗯，又有一只，三只。好，我要拆快递。拆吧。哇，这锅颜色很好看，对吧？这边啊，嗯。哎，颜色真的很好看。哇，看的锅子收到喽。好，那我放回去。好，放回去。拆了差不多了，我就没想到二 T 家的这个海绵蛋这么小这么迷你。其他的话就是我都开始会慢慢试用，之后会在那个生活小屋分享里面跟你们分享一下感受吧。这只是今天收到的双十一第一波。某人是真会享受，他自己在那边悄悄的煎了个牛排，然后还倒了一个红酒。给你个赞，你我的红药一样汤呢，这样好。I guess I'm just the queen of pain. I'm just the queen of pain. So bye bye sugar lamb, bye bye honey pie. 没有加那个红枣，因为我妈还没寄完，大概两三天到，她还寄了打猪蹄儿给我。小嘿嘿脸长得挺圆的嘛，嘿嘿。